人每一天起身想最多的问题，就是今天要吃什么。一边开车一边找咯是。好啦，没有开。Next，新年快乐！鸡饭咯是，剩下鸡饭，鸡饭肯定有机会啊。好啦，没有开。阿杜，那我来到这边了。这也是华人区啊，有东西吃的瓜。那天年二九开工了一次，然后我们年初七又要开工。准备了红包给他们几个，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 ！Thanks！哇，Thanks！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付钱来这边躺，恭喜发财！哎，耶！Oh,